开个啊，还有两分钟。我没有开过千亿，对，我也没有开过好受爵，不知道今天能不能这个运气偏爱我。你准备100个千亿号可以娶你吗？我觉得可以，我觉得可以。对，你先准备吧，准备好了你喊我，到时候咱俩该扯证扯证，该办婚礼办婚礼。我带上我的嫁妆是吧，你带上你的100个千亿。喝了多少酒啊？好，我们看一下啊。听说你在寻找不世出的高手啊？我就是你要找的那个高手啊！200点体力号呗，没有问题，拿走吧。每次都是体活不做好生气啊。那我们就先来100亿的吧啊，没关系，先来100亿的，这个垫一下，再垫一下。好，需要修，给我一个3000万以上的手诀，谢谢啊！哇、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技能？我的天哪！这他妈跟法力仙女有什么区别？哇，好生气啊！我靠，这小鹿啊，我觉得鬼魂和高神是一样的。对，你要不就把这个替代了高神吧，反正他们都挺好用。老板，快顶号！没关系，这本我不要。然后现在活力不是很够，那这个千亿就先不领了，等以后等有生之年这个号升到1000亿的时候我们再领它啊，我们再给它搞一下，现在才100亿，对，还差900亿，对。